市盈增长率都是用来衡量股票平贵的指标之一。计算方法是预测市盈率除以预测纯利增长率。如果得出的数字是一，代表估值合理；高于一代表估值偏贵，低于一就代表估值偏平。举个例子，假如 A 公司和 B 公司的市盈率分别是20倍和50倍，预测纯利增长率是 10% 和 100%。单从市盈率看， A 公司的估值比 B 公司低，但是从 PEG 看， A 公司和 B 公司的 PEG 分别是2和 0.5， 因此 A 公司属于高估值公司， B 公司属于低估值公司，可以考虑买入 B 公司。作为一种股票估值工具，市盈增长率较市盈率优胜的地方在于市盈增长率包括了股份未来增长潜力的考虑。一只高市盈率的股份，如果未来盈利增长率同样都是高的时候，它的市盈增长率就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估值。市盈增长率对不同行业有一致的统计标准，不会出现好像市盈率一般传统经济股低市盈率、新经济股高市盈率的情况，从而做到跨行业的估值比较。不过市盈增长率的计算是建基于各大券商对纯利增长率的预测，当市场情绪处于极为乐观或者极为悲观的时候，将对纯利增长率预测产生很大的影响，会影响市盈增长率的准成度。投资者使用市盈增长率分析价值股或者增长较慢的企业的时候都要谨慎。如果一间公司的市盈率是15倍，几十年来每年持续增长 5%， 市盈增长率就是3，看起来成本或者很高，但是对于追求安全和稳定的投资者来说，鉴于这间公司有稳定的发展速度，这间公司可能仍然拥有合理的投资价值。